我觉得在台湾15度以下的气温的时候突然变很冷，如果15度的话还 OK， 你看了14度的时候开始很冷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漫才少爷哈，请多多指教。大家好，哎呦，你还喜欢是？是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，不要了。嗨，今天我们要聊聊台湾的冬天。这个呢？没有意义了。现在算是台湾的冬天。中国也有冬天吗？有吧？你刚刚来台湾吗？现在二月份，你们港我们穿的一起地铁上。对，现在算是台湾的冬天吗？二月是冬天吧？今年的冬天，我觉得比较热。没有那么冷。还有呢，对日本的观光客来说，台湾没有冬天，因为在日本的冲绳被叫 Tokonatsu， 因为冲绳，台湾是更南部，被很多日本人觉得，台湾也是 Tokonatsu， 其实不是这样。你也觉得吧？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台湾的冬天很冷。超级冷，尤其是室内，房子几乎都有暖气。那呢？有耶。虽然里面的冬天比较冷，但有暖气，所以回家之后的房子里是蛮暖的。真的。在外面跟户内穿的衣服差不多一样，很多日本人不知道这个事情。还有呢，搭公车的时候吓一跳，因为冬天的湿度也很高，所以要开冷气。什么？明明就真的很冷，还是继续要开冷气，很冷。台湾的公车里有点像那个北极的，是一。是太平，你知道吗？南极也是很冷。为什么特地讲这样的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因为南极是很热，所以要讲北极吗？知道了，笨蛋。还有刚刚也说湿度高，在台湾的冬天要使用除湿机，这个日本绝对没有。日本的话用什么？加湿机。对。就是自己卡西自己。日本的话应该用暖气，所以还是要用加湿机。还有那个本来也是，日本的冬天外面也是很干，体感的温度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真的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。因为那个我跟住在日本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，他问我，台湾现在有几度？我说，十度左右。他说很羡慕。只有3度而已哦，重点是体感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在台湾的15度以下的气温的时候，突然变很冷。如果15度的话还 OK， 但呢14度的时候开始很冷，差很多呢。这个是10度的问题。台湾的冬天很冷，真的。今年为什么呢？我几乎都没有那么很冷。过年的时候有30几度。是啊，真的过年吗？真的过年吗？我们都知道的过年，不是端午节不是啦，为什么我会误会啊？那么还是有冬天，所以我们可以买冬天的衣服。因为呢，其他的国家也就在我们同事的在外国发展，其他的人是就在印尼、越南、泰国这种的真的很热的国家。日本的过年，我收到的时候，大家要回去日本，他们回去日本的时候完全没有冬天的衣服。有的人呢，只有穿皮鞋而已。真的真的，太夸张了。台湾的冬天很冷。所以可以吃火锅呢。你吃的火锅蛮好吃。对，日本人也有这种的想法，这种的概念吧。冬天的时候要吃很热的。吃羊肉也是蛮好吃的。对呀，还有你很喜欢泡温泉吧？没错，哇，因为我有温泉的执照。对呀，温泉ソムリエです。
很厉害，这个是很厉害的吗？花了30000人民币可以拿到。太简单了。对呀，重点是一定付30000人民币。是这样的。很多的问题，北投、宜兰、乌兰，从台北市内很近的，有的地方的话，1个小时以内就到了。其实我有去过的完全是北投、乌兰、宜兰，就这个3个地方而已。那你有去过更多的地方吧？那其中你最喜欢的是？好，我最推荐的地方是台南的关子岭温泉。Yeah!不好意思，我没听过呢。是，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我没告诉你。什么？你已经告诉我了，我想知道哎，很小气啊。你要玩乐。对的，套玩乐比较会知道很多的细节。对呀。还是告诉我。这个温泉呢，跟普通的温泉不一样的是，极限面了。温泉的水是逆水独露温泉。对呀、这个是很特别的，温度是跟一般的温泉差不多，大概45度左右。可是呢，用逆水，所以泡温泉之后也是一直继续暖和的。所以直都不卡不卡。听起来有点不舒服哎，很舒服，真的，真的吗？对，还有应该你也用过多罗盘啊，这对皮肤也是很好的啊，会保护的感觉。对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这个地方的特产是鸡肉，对，鸡多里，蛮好吃，一丸丸子都食べ，蛮好吃的，是的。哦，这个房间的温泉也是多罗逆水，这个是很好的事情。有点可惜的事情是，沙瓦也是逆水。等一下。OK， 泡温泉的时候逆水，很棒，不好，那个对皮肤很好，很舒服。所以呢，我回到台北的时候，身体已经刚好了，就是。逆水变成死呢？死呢？好像就海边的人。对，没错。因为我觉得饭店是比较特别的，别的饭店的话应该有普通的水呢。我真的推荐这个地方，好吃，然后逆水也是很舒服，然后呢，旁边的风景也是蛮好的。对。咖啡豆也是很有名啊，是的，对了，台湾的咖啡豆很有名，所以可以泡温泉，可以吃很好吃的鸡肉，之后可以喝好喝的咖啡。对呀、一边看很漂亮的风景，一边喝咖啡哦。对，我听起来很棒啊。是的，我也想去哦。不可以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可以讲这种的权利吧？台湾的冬天很冷，是很冷，所以可以玩冬天的游戏，可以接好几的火锅，到泡温泉。是的，所以我们很喜欢台湾的冬天呢。对呀、我想给日本的朋友推荐台湾的冬天，夏天也很好，冬天也不错。那个都有很好的部分。对啊。OK， 那如果。你们有其他的推荐的温泉的话，请告诉我们哦。好，或者是你们不知道的话，我告诉大家哦。哦，真的？你这么熟悉吗？很熟悉。哦，那可以分享一下啊？应该一定不过。那下次。好。下次聊温泉的事情吧。OK。OK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别忘记按小铃铛。还有呢，咬牙，不敢吐的也有哦。哇，这样 OK 吗 ？OK 啦，请多多支持哦。拜托拜托拜托。では、またね。再见。